觉得华晨宝马能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，你觉得挺珍贵的，也挺值得珍惜的，所以这一次就希望能好好发挥，好好表现。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，说能够参加一个很大的舞台。其实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，没想到机会真的就来到了。特别喜欢唱歌，也特别喜欢成为明星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很高兴这次参加宝马员工的十周年活动，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能参加这场比赛。今天唱的吧，刚开始太紧张了，有点忘词儿。但我看到那几个评委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不紧张了。唱出了这首歌，反正是自己领悟的那种感觉。自己感觉还挺好的，对，都挺好。整个活动挺隆重的，比我想象当中要正式很多，我觉得挺好。希望登上我们华晨宝马这十周年庆典的这个舞台，给大家带去更多欢乐。啊，今天那个宝马集团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啊，让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青春时的感觉。重在参与，就这么多。这种活动以后有的话，我还会参加。我可能会超过第一名的第一名。10月13号，我们奥体中心见。